小杰最终会坏蛋。耳朵中也耳朵会有波波声吗？有，我鼓膜有点内陷。剪刀当腿，好吧。哦，小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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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、哦，五、哦，五、哦。不叫 Q 了，不叫 Q 我吃线了，不叫 Q 我抢线了。不叫 Q 二，我抢线了，我抓内线抓不到。Q 一 ，Q 二，不急，等不灭，等不灭再一他。哎，怎么卡了一下，兄弟们？谁的问题？为什么卡了一下？我看弹幕的问题啊。你们怎么看？为什么卡了一下？秩序因我而存在。这么油，这么油啊！这么油你就得挨揍。啊，江狗，江狗需要越塔。他剩三了，没机会杀他了。剩三就没机会杀，我硬杀，硬杀，不想等江狗，好吧。等他来，这线都出去了。等他来不好杀，这波直接杀。很赚这波。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，就是死马银雀过来分了一下经验，我操！经验哎，好像没有被他哦，分到了，被他分到经验了，不然这波我是很赚的，被他分经验就可惜了。哎，也不怪他，他这英雄刷也就是比较慢一点，没伤害。他蓝雀要被反了，好像蓝雀被这个 B 挖机反了吧？是。狙一脚 ，AQ， 往兵线后面退，再 A 一下兵线。Q 好了，这波要退一下，但是要骗着他 Q 一 ，Q 扫过来，兵员 W， 这波不用挂墙出 Q 杀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喜欢挂墙，把线抢回来就可以了。差点给兵吃他一脚。未来的将会更加多变。感谢陈林的舰长，谢谢陈林的舰长。这波需要等个技能啊，等个被动和等个技能。因为这波状态比较差，我们不好碰到他。感谢陈林的舰长。你没有哪怕半点用。哥，不急，继续清线，可以小追一下，但这波不好追，因为这波我们的 E 不好中。他还有 E， 杀不掉他。不急，把线拉一下。等待会带来更厚的。恶心一下他就可以了，杀不掉他的，我们有一点。如果他想又有还想回来吃线，我们能看到他这个影。算了，太笨，被我套了个点燃，他慌了，因为我是心界洞悉的，他点燃还没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心界洞悉的，他点燃还没好，难崩，这不，现在得推进去。点套不到啊！刚才点套不到，我直接一我挂长城会被他扫下来的，会有概率被他扫下来的，不能赌啊！切记不要做高危举动，你不能去做这种赌博举动的，你直接交易过去会可能 Q 飞行过程中就会被他扫下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飞行过程就会被扫下来，所以不要去跟他赌，
你不要觉得哎，我一上去套个点他就死了，那你妈逼你飞的过程中被他 Q 下来呢，你是不是死了？死就是你了，我操！他 Q 一扫你一下，链子踩住 Q 二，拉开军刺，连你一次，你死了 ，Q 都 Q 不到他，一下摸不到他。我是不会挂长城去找剑魔的，我说实话，打剑魔挂长城是最蠢的，除非你要骗他 Q 三，不然你挂长城去找他就是最蠢的举动，没有比这更蠢的举动。这剑魔熟练度不低的，怎么打不出？再推他一脚，哎，没推到，不挂墙，给我踹一脚就可以中。他 Q 我们的，躲一下。第一，穿那边 ，Q 二加速，打着挂一下。A 完之后小心换，有机会换他的血。Q 然后挂墙。我的交易，他交链子，注意躲一下。Q 二，时间秒，不让他有塔下操作的机会，让他塔下扫两下回到血，还是不好杀。先放出来啊！不过不要清这部线了，这部线是出来的，把线放出来。出个鞋子，剑魔比较吃鞋子啊，打他得有鞋子才好跟他博弈，不然很容易吃 Q。注意有优势后也是打剑魔也是不要急，有优势后也是要慢慢去推，慢慢推他的节奏。就是你打剑魔，你不要有优势就直接一起点直接跟他打，有优势也是要慢慢去推节奏的。落地是直接 Q， 没有不用 AQ， 这波血量斩杀线来的，不需要 AQ。这波线比较大，我们就不跟他换血。不过他一交了，我们 QW 挂一下，打他一套。彩电怎么用？拉不回去，他肯定要 Q 我们一下。我们准备交易躲他 Q， 怎么少放啊？给我踢一下，别过来。哥们儿，你他妈强他妈关我们是吧？你还是别来了，我操！刷你野区吧，他妈范围他嘴里他不会玩，范围他嘴里他不会拿勺子，他不会用筷子，难崩。范围嘴里不用筷子，我操，哥们儿，这样都不用回了，他有可能在草里，我们在下面吃，只是有可能，大概率是不在的，因为他这么回去他也出不了什么装备，他没有什么钱的这边。他可能要恶心我们，这波不跟他打，这波打不过，就这样，让他控，我们吃，没下午。这个剑魔钻四感觉玩的还可以，前几集的前三集的对线来说，感觉有这些分段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是对线特强，不是特强啊，就是对线特攻的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没什么脑子，但他会玩对线，就这个分段总是会有这种人。其实这种人成长是最快的，那种不会对线的人。但有脑子，这种很容易卡到上线，特别容易卡上线。就那种混子啊，那种混子很容易卡上线。这种敢打架的其实很容易成长的，敢打架的人就很容易成长。定义你的不是武器本身。你一会儿我给他禁言了，我还没空管他，真的。一会儿我给他扒了就行。EQW 有优势就直接 EQW 起就行了。他的 Q 二交的好垃圾啊，感觉。Q 二交还垃圾了，这个感谢煎蛋玉米排骨汤送的粉蛋灯牌。哎，一 Q， 还卡电呢？哦，这个好像被拉，是不是可以越这一波？
不行不行，他只能他铁板血我们伤害不太够，下一脚割走。不能够，不能开他，怕他打还要被他换，对不对？打伤害太多了，有人来了好像，瑞兹。嘿，阿朵啊，这是挖机的机制。说个笑话，如果他死胡同碰到我，你会怎样？看，升级完成。金钱总是万能的。不是不可选中，他大招可以选中，他飞的比较快啊，比较难选中。他远的时候飞还好，近的时候比较难选到。他近的时候飞太快了。但你只要对着自己身前一直按二，哇，就是一堆操作完了被他。我不会被误导。操练简直是徒劳。对，被我 Q 了，被我贴了一下，非常 Q。来 Q 一，我操，他这 Q 一怎么是往外扫的？注意点。哦，踹错了，我操！那都满征服者，还是有点猛。这打不，这不打不扫到，我直接闪进 T 了，扫到有点可惜。一打没了。小鹿死太快了，小鹿。我操，差点给岩雀杀了，南宫。六层，这把钻四啊。打我们多完就会了，我没法跟你说有什么技巧，你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多完就会了，一打我这个是熟练度问题，就跟你玩船长一样，多完就会，没有什么就是很硬性的技巧能让你学会这个东西。我不想过去啊，哎呦，他妈的这么多钱出装备，他非要打这一波。我接受，算了，不说他了。一个路回血，周仲山。指令协议已升级，好运总会眷顾后人。不是，带新接东西是为了。打点了 CD 差，因为这个分段的建模一般都是带闪火的，没有人带 TP 的。这分段建模很少带 TP 的，峡谷大师以上基本就是闪现 TP 建模。这个分段基本没有多少闪 T 建模，都是点燃。这小哥不带了。挺肉的，这个以前装备比我还好，他比我肥，这个人。我操！我怎么打半天，我这里没有队友的呀！我操！错悟空吸取教训吧。他们在打先锋啊，这不
龙王应该在的，龙王这波应该在的，岩雀不在可以理解，因为他打先锋，龙王应该在的，龙王这波应该得在，可惜了，本来这波能操作完的感觉，我的头脑。狗脑，我操！狗脑，狗脑！养的，哦、不是怎么这么卡呀？他好僵啊！他，哦，不僵，挺帅的。妈的，当保镖是吧？这个剑魔，为什么他妈会一直在 EJ 旁边啊？他妈的，为什么会一直在 EJ 旁边啊？这个剑魔，幽默完了。这龙王输出更高，没顶到他，这狗洞还要用才能踩，狗脑洞。抬回来 ，Nice Kitty， 关键团控。T 塔真伤会怎样？什么叫 Q 二 T 塔真伤会怎样？不是一直都 Q 二 T 塔有真伤吗？他就按你真伤算的呀？不对，是吗？我想一下，好像是按真伤算的吧？我有点忘了，好像不会。哦，不对，物理伤害，物理伤害。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，我操，玩了这么多盘。因为青龙刀太弱了，不是血手优先提高，青龙刀太弱了。青龙刀一坨狗屎，不然我会他妈出血手。他怎么真跑？哈，金门。给个 EJ， 这没死，狗脑，狗脑 EJ， 还在踩，还在踩，加没了还踩。假的哥们儿，你们他妈在逗我笑吧？啊！这能死啊？不是兄弟，你猜我猜他在这回，你信不信？走！牛逼，他开大嘴，不行，他妈打大龙了。我先去杀 EJ， 我们不用管大龙这一边，先把 EJ 杀了，走这边。哎，没在打。这 EJ 是没在打，看到我了还是？有眼看到我了。
能留住瑞兹。我怎么挂到这里？我操！哎，这没事，那还这么低。没有血手的这一波，怪不得能秒我，不好上，没敌他妈上了。哇，牛逼，左脑龙多少？一脚给人踹清醒。我操，他这个天赋这么大一个，直接拆了，不能让他刷输出了，因为 MVP 抢了。感谢陈林的舰长，谢谢陈林，陈林宝宝，我的宝宝。